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，韭菜炒团子。这个团子就是前几天不是做了包的饺子嘛，然后捏了一点团子，这个团子刚好可以跟那个韭菜一起炒，这个也是我自己自创的一道菜。现在开始要切这个团子了，这个团子要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已经切好了，现在装到这个碗里。现在这个韭菜也已经提前洗好了，把韭菜切一下。先烧热了，现在要把这个团子倒进去了。刚才洗好了差不多了，现在要把这个韭菜给倒进去了。放点酱油，颜色好看一点。吃干辣椒的可以放点干辣椒。放适量的，放适量的味精下去。盐，等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自创的美食，韭菜炒团子。现在我要尝一口，香糯可口的韭菜炒团子。今天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喜欢我就请关注我。明天见，拜拜。